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大德，大家好。阿弥陀佛。这一次净空承蒙这个地区同修的邀请，听说大家希望把佛教回归教育，这是一桩好事情，是我们几十年的希望。这个希望能够落实是大事因缘，所以我到这个地方来看看，祝福大家，也尽心尽力来协助大家。我们回顾过去的生命，我们记忆还很清楚，这个十年当中社会的动乱，地球上许多灾病一年比一年严重。我们展望未来，未来的十年怎么样？从过去十年看未来十年，会让我们生起不归之心，恐怖畏惧。为什么？社会安定不能够化解，灾难不能够减轻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我们得找原因，原因找到，把这个因素消除，才能解决问题。这个原因古人说得好，2500年前左丘明先生说了一句话。左丘明先生跟孔子同时代，2500年前的人，他说人气长则妖心，这句话在左传，左传是他写的。这什么意思？长是无常，五常是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，五伦是道，所谓道就是大自然的法则，不是人类发明的，不是人类创造的，是自然的。譬如父子有亲，父子的亲爱不是哪个人教的，不是哪个法门鉴定的，而是自然。不但人类父子有亲，细心去观察小动物，它有感情，它也是父子有亲，所以
这是大自然的规律啊。古人称之为道，遵守大自然的规则，这叫德啊，不能够违背。五伦是夫妇、父子、君臣、长幼、朋友啊，这五种，这五种是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啊，这不是人创造的，不是人发明的啊，古人认识维系这个关系，我们要随顺大自然，只要能随顺大自然，风调雨顺，灾难就化解，就消除啊。五伦里头，五常里面讲的人，跟佛法里面的五戒相同啊，人不杀生啊，人是仁慈，是仁爱，想到自己要推崇别人，我们爱自己，爱父母，爱兄弟姐妹，也要爱一切众生。推展到极处，弟子规上有一句话说，凡是人皆须爱。每一个宗教都说爱，每一个宗教把爱字丢掉的没有啊。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，佛法讲大慈大悲，讲得好，慈悲就是爱，为什么不说爱要讲慈悲？因为说爱一般人容易把情执放进去，这就不好，那就生烦恼啊，这个爱是真诚，这个爱是纯洁的，这个爱是没有条件的啊，所以称之为慈悲。慈是帮助一切众生得乐，悲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啊，离苦得乐，这是大乘佛法啊，跟中国五常里面的仁仁爱意思相同啊，要求更严格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。第二个是义，义简单的说，我们的思想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合情合理合法，称之为义。如果与情理法相违背，这叫不义。第三个是理，理相当于佛法讲的戒律、规矩啊，人与人相处，人与一切动物相处，植物相处，山河大地相处，都要有规矩，都要有分寸。
啊，在儒家说是礼，在佛法讲的威仪，戒律威仪要遵守，社会它就有秩序，它就不乱。啊，今天社会动乱，就是不仁、不义、无礼、无智。这个智是理智，理智的反面是感情。现在人用感情，不用理智。啊，用理智，社会安定。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，啊，像一家人一样。如果理智没有了，问题就严重了。啊，最后一个是讲信用。佛家讲不妄语，不念事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五伦五常。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道德，人不能没有道德啊！现在的社会没有了，五伦没有了，五常也没有了，四维跟八德也没有。中国传统文化现在讲的人还有啊，不多，做的人呢找不到。最近这个半年，我们看到世界很多地区啊，都在讲汉学，汉学日啊，热闹起来，这是好事情啊。这个汉学日也只止于学，没有心。啊，我们要问，我们为什么要学传统文化？为什么要学佛法？学习传统，中国的古文化。你要问为什么，《论语》里头第一句就讲清楚，就告诉你，第一句话孔子说的，啊，孔子说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这个答案好啊！啊，为什么要学传统的古文化？学，学要习，习是什么呢？老师，你说刚才讲的五伦、五常啊，四维八德，落实到生活，我做到了啊，落实到家庭，落实到事业，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啊，落实到。治国平天下，啊，那得到什么呢？越是喜悦、快乐。这个乐不是外面来的，外面来的乐是刺激，啊，这个乐是从内心里面向外涌现出来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看历史记载。孔老夫子的一生没有做过大官，没有发过大财啊，他只做了三个月的
鲁国的司寇啊，少司寇，那是什么地位呢？像现在一个县，一个县城里头的警察局的局长，大概还不是局长，可能是分局长啊，就做这么大的官，做了3个月啊，他就下台。没有家庭不富有，勉强过生活。啊，周游列国，希望帮助那些国君把国家治理好。但是那些国君没有一个感应的。啊，我怎么说感应他？那就不敢用他。他周游了10几年，一个国家领导人都接见他，跟他谈了很多问题，没有用的。啊，他很能干，很有才华，有道德，有学问，有智慧。他的学生很多，能干的学生所说是72人，那72人是都可以当部长，都可以当总理 有这么多人才啊。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不敢用他，用他了怕他篡位也啊，他把政权夺去了，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所以这些国家领导人不敢用他。我想道理就是这个。啊，如果他一个人没有那些学生，人家敢用他，他的学生能干的人太多。啊，比如说他老人家放弃从政这个愿望，回到老家了去教学，教学成功。他要真的有诸侯请他去做宰相，也不过跟周公、管仲、诸葛亮一类，不可能成为万世四表啊，这个地位高了，高出帝王之上啊！教学成功，今天我们的社会啊，为什么会沦落到这样的动乱啊？灾难频繁。贵而不安，富而不乐，这什么原因？原因总的来说，教育出了问题，真出了问题。啊，就像钱穆先生所说的，这是近代的一位教育家。他在70年代在韩国大学有一次讲演，这个讲题就是近代教育。以这个为主题来跟大家谈话啊，近代教育模仿西方造成了大错。那我们再想一想，孙中山先生在世的时候说过一句话，信仰也就包括全世界，他们的科学技术比我们发达啊，
我们追赶上去不能。他说除了机器，这个机器制造我们不如外国人，除此之外任何一门学术外国都比不上中国啊！外国要向中国学习，中国学外国只是一门机器就够了。说得好，可惜的是孙先生过世太早了啊，60多岁就过世了，这是一个真正通达东西方历史、有德行、有智慧的人。外国也有著名的，有10几位学者，他们对中国的汉学有很深刻的认知。他们大声疾呼，瑞典、高本安、英国、汤恩比，这些人距离我们近，他们过世是在上一个世纪后半，也就是大概是1970年时代，他们过世了，距离我们很近，告诉我汉字不能改，文言不能废，经书必须读，这是非常诚挚的忠告，可惜我们没接受，还是因为盲目向西方学习。西方现在出了问题，社会的动乱，它比我们还严重。地球上灾难亦复如是，这一些专家学者告诉我，要解决21世纪就是现代的问题，就只有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，所以现在研究大乘佛法、研究中国汉学的人越来越多。去年英国政府确实下令，全国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所有的学生都要学中文，都要学中国文字，学中国语言。有人问他，你们为什么这样做？他们很坦白地说，将来再过10年20年，以中国文字取代英语，语言文字用中国的不用英国的，英国人现在就要带头去干。可不可能？大家慢慢的看是可能。我是听到这句话，到英国做一次访问，是我第3次访问英国。我想告诉英国人，中国的国宝能救人，也就是中国的汉学。它确确实实能够帮助我们个人
啊，咱们不谈命运，啊，这个富贵贫贱不谈，我们谈一个普通人学习中国古文化有什么好处？就是孔子说的，你能够一生生活在欢喜，啊，欢喜悦、幸福、悠闲自在，这样的生活你要不要？啊，快乐幸福一生的人生，大乘可以给，儒家也可以给。如果呢，落实到家庭，家庭美满，家和万事兴，你一家人幸福。要是落实在你的事业，你的事业顺利成功，你不操心，你的事业兴旺。啊，落实在社会，社会安定和睦；落实在治国，国家富强；落实在全世界，世界大同。啊，有很多人问我，中国习主席讲的中国梦，的中国梦到底是什么？中国梦就是我刚才说的，个人幸福美满，一生快乐，家庭和睦，事业顺利，啊，社会安定，国家富强，天下太平。不是空话，不是梦想，是可以落实的。在中国5000年当中，落实了10次以上啊，就是太平盛世啊。每一个朝代差不多都有100年到200太平盛世啊，是这样的社会。这个在世界其他国家里头找不到的啊，中国文化的魅力。那现在不学了，五伦丢掉了，五常也不见了，四维八德我还知道人不多，所以我们才受这么多苦难啊，贵官做得很大，怎么样？心里不满啊，富有啊，确实有积聚亿万财产，他不乐。这些人我见过，我见得很多啊，他们没有我快乐。昨天陆克文先生的姐姐来看我啊，陆克文做总理邀请我到坎培拉去访问啊，我到坎培拉去做客，他接待我，手上端的比这个杯子还要大，比这个还要大一点的杯子。他我告诉我，咖啡一天要喝5大杯，苦啊！我就告诉他，我们两个在一起，今天社会最苦的一个行业了，就是你这个行业，当总理。最快乐的行业，我这个行业，我自在快乐。啊，为什么？我们把
教化众生这一个这桩大事所获。中国五千年历史这么长，历代的这些君王、国家领导人，他怎么治国？教学为先，他用这个治国啊，建国军民，建立一个政权，领导全国人民，什么最重要？教学第一重要啊！没有一个帝王不重视教育，末代帝王都是不重视教育，亡国啊，政权被别人夺去了啊！这个新的政权建立，马上把教育提起来，五年之内他就上轨道。那社会就安定啊，各行各业都上轨道。教人是教得好，不教呢都学坏。那么所以我告诉诸位，我们放眼看未来的生会怎么样，一年比一年更严重。现在虽然知道教育重要，谁在教人？我们想想，从前教化人民、教化众生的大权，国家掌握。现在国家自己把这个权放弃。谁在掌管？媒体在掌管。你看，你们每天都受他教育，电视、网络，还有现在手机，你们天天说这里的内容是什么？傻到阎王，全是负面的，没有正面的。这种教育天天在教，天天在加深，所以这个灾难就一年比一年严重，动乱的时候一年比一年上升。问题在这里怎么个救法？有人问过，而国家领导人我在马来西亚老首相马里现在还在，他大我两岁，今年92岁曾经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他就问我一个问题：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？我当时答复他的，你能把四桩事情做好，世界和平。哪四桩？第一个，国家跟国家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；第二个，政党与政党；第三个，族群跟族群；第四个，宗教跟宗教。这四个都能做到平等对待、和睦相处，世界和平发展。谁能做得到？这不是中国的儒释道能做到。但是现在大家儒释道没有，完全没有起作用啊！要把儒释道提起来所以希望宗教能团结，西方把宗教教育提起来，东方把中国传统文化，就是儒释道三家把它提升上来，在社会上普遍的教化。实在讲不难，我们用电视
用网络、用媒体来教。啊，打开电视，你就能听到这些正法、伦理道德教育、宗教神圣的教育。我相信半年到一年，这个世界就安定，就收效果了。人是很好教的，人都喜欢行善，都不喜欢作恶。啊，而是现在价值观改变。啊，善恶里头最大的恶、最严重的恶是什么？现在犯的人很多，第一个是邪淫，第二个是堕胎，这个罪业会叫这个世界毁灭。啊，联合国卫生组织统计，每一天邪淫堕胎的有多少人？就杀人、杀生、杀自己的儿女。啊，一天有多少？超过150,000，每年超过50,000人。这是什么？医院里的有记录的，还没有记录的一定还有很多，太可怕了。啊，在佛经上跟我们讲的时候，佛说的，犯这种罪业的时候，这是最严重的，堕无间地狱。你能把整个世界的社会摧毁，这个问题很重啊，没有人讲啊，啊，没有人教啊，啊，女孩子走出外面门的时候，穿着暴露，暴露，什么罪？地狱罪。啊，如果要了解的话的时候。不能这样做法。标准的服装，看中国旧时候的服装，你们在京剧舞台上都看到，啊，他只露个面孔，啊，手是露一半，这露一半，他不会完全给你看到，啊，现在只有伊斯兰妇女不错。头包身上过得紧紧，啊，这个天主教、基督教的修女服装合格，其他的都不合格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希望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能帮助这个社会，利益这个社会。不要破坏社会，啊，要帮助伦理道德、因果教育的弘扬，不要产生障碍，更不容许发生负面，啊，让人家错误的思想，这不可以。要从我们自己做起，啊，不要要求别人，从自己做起，慢慢影响。我们近邻邻居啊，他们看了几天，你怎么穿的这样子？这样不堕地狱，这样上天堂。这个后路的时候，那是魔鬼的服装啊，妖魔鬼怪的服装，这是神圣的服装，不一样。我们要走神圣，不要走地狱啊！一切要从自己做起。啊，思想纯正，言语不但不妄语，决定不可以蔑视。
两舌是挑拨是非啊，不绮语，花言巧语，欺骗众生，这不可以啊。现在这些戒律通通都破了啊，而且严重的破了啊，造成今天社会动乱不安啊。我们学佛的同学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同学，使命是非常神圣的，是非常伟大的啊！我们一定要做。如果我们不提倡，我们不努力地去做，将来典籍存在，古书存在，没有人会读啊，没有人依教奉行啊，那这个文化还是会毁灭啊！中国文化要是灭掉，在这个世界上灭掉，我们这一代人是罪人我们是最后一班车，以下面没有了啊！所以我们现在非常着急，希望办汉学院，培养学习汉字，学习文言文，学习古文的这样的老师啊，能够有几十个老师，几百个老师就不会失传啊。他们有使命来教下一代啊，自己我们自己接受上一代祖宗东西，在我们身上尽可能的发扬光大，再传给下一代，这就对了啊。这是圣经。有人告诉我，有法师，如果你坚持你这个愿望，你要一定做这个，他说你可以活到150岁啊。好不好？不好，累死了。我只希望说很快就有人接班了，我们就可以到极乐世界去。这个世界不要住那么多年啊，我希望住100岁就够了，再给我10年，我帮助大家把根扎下去，就可以了啊。太好了，很辛苦。好，现在12点钟啊，希望我们同学，金宗同学，不但我们要学佛，我们自己目标是在极乐世界啊，对这个世间人间天上没有留念啊，这个重要。我们要帮助多余生，要帮助这个中国传统文化，要帮助它保存下来，发扬光大啊，希望30年后中国传统文化普遍在全世界落实，这个世界就有救。地球上太平盛世，我估计是1000年啊，1000年，这人有福啊！我们帮助现在，谢谢大家。